德老啊，德老啊，德老，你是与日俱进呐！1915年12月，袁世凯悍然宣布接受帝位。 蔡锷、唐继尧等人在昆明通电讨袁，护国战争爆发，张兰闻讯立即响应，挺身而出，积极投入导员斗争。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政务长张兰，参谋长罗伦道。<笑>哎呀！ 二位大驾光临，臣唤盼望已久啊！我们今天是特来向将军表示祝贺，多亏先生发表的亲笔信函，开导敦促，才是臣唤茅塞顿开，悬崖勒马呀！请到内厅详谈。好，好，来，请，请，请，好，好，好，到茶，请坐。哎哎，请，请。余弟已经正式通电北京政府。 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一切关系，袁氏在任一日，其政府名义向四川发出的任何命令、通告，皆视为无效。好啊，来，哎，啊，四川虽然宣告独立，但地方时局仍不稳定，希望将军能够及时的采取措施。夏将军应该防止驻四川的北洋军队。 跟云南、贵州的军队再打仗，应该让我们四川的老百姓免遭兵祸之灾呀！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周俊的部队，袁世凯封他为四川军务督办，要他讨伐余地。周俊的部队曾一度驻扎成都，现在虽然退至金杭、遂宁一带，但幸父不死，鲁难未已，此乃心腹之患呐！ 周俊的部队目前正向川北顺庆转移，毕竟和那里的护国军开战，川北的老百姓又要遭一场大灾难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找周俊谈谈，尽量争取说服他起义。不行不行，周俊是个死硬的保皇派，他手下一名团长向投降革命军被他枪毙了，你去劝降太危险了。我是啊，表方兄。 虽然表方兄在川北地区德高望重，说话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，但是要动员周俊起义，怕是难度太大了。为了能让四川的老百姓免遭战争的涂炭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也不可轻易放弃啊！啊，这就叫宁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嗯。 各位，顺庆是川北护国军的总司令部，也是最早宣布公开独立反对帝制的地区。此次进攻顺庆，我们必须采用强攻战术，先用炮火将敌方摧毁。陈焕宣布独立和川北遥相呼应，我们进攻顺庆，万一陈焕从后方发兵，还有蔡锷的护国军已经逼近成都，会不会也向我们发起进攻呢？ 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刚刚得到的消息，汤强明宣布湖南独立。兄弟们，我们绝不能背叛袁世凯大总统，誓与护国军血战到底。对，血战到底。报告，报告将军，有人求见。不见，不见。我说了，可是他坚持要见您。 什么人？张兰，他带了多少人？就他一个人。下去吧。川北护卫军的政务长。 你们，去，走。
你就是张兰，啊！别人正是。给我拿枪！张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闯本督办的兵营！我是特来拜访督办周将军的。你怎么能说我是私闯军营呢？你莫非想效仿我手下的团长来劝降？我可是把他给枪毙了。难道你也想以身试法？你我根本就没有隶属关系，怎么可以拿我比作你手下的团长呢？你就不怕将军把你杀了？保路运动的时候，赵尔丰让他手下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要把我问斩，我都没眨过眼，我为什么要怕周将军呢？那你来干什么？周将军，汤湘明已经宣布了湖南的独立，前两天革命党人杨子元也宣布了奉天西安的独立。难道周将军，你对自己的前途就没有什么打算吗？闭嘴！督办，他这是趁人之危，另有所图啊！周将军率部来到我们川北，我特前来表示欢迎，怎么能把我的好心当成了恶意，说成是趁人之危呢？不要听他蛊惑人心，把他给我押起来！是，走，走。将军，这……哎，将军，依我看，咱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他毙了，免得动摇军心。哎，不行！张兰德高望重，号召有力，把他杀了，影响太大。洪宪帝已经宣布退位，眼下时局如此动荡，各地纷纷独立，依我看，我们不如听听表方对时局的见解。你这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也想背叛袁大帅吗？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就凭我区区几千人，怎么讨伐护国军？混蛋！你小子敢反水，老子先毙了你！我得替手下几千弟兄的命运着想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散会。兵为未匪，民为兵，此语无闻，类欲清，空许军行山亦汉，浪传失过事无惊，伤心属客保机道，入耳秦人风鹤声，安得空同以长剑，为君细贼致时清。这是张兰在借古诗告诫我，战争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，不能再自相残杀，更不能让四川人民生灵涂炭了。哎，看来这正是他此次来访的真实目的啊。对，张兰身陷囹圄，性命难保，却还在忧国忧民，替四川人民着想。川北圣人之誉，名不虚传呐。督办，督办，督办，
什么事那么慌张？刚收到电文，洪献帝驾崩了。什么？袁世凯死了。啊！哎呀，完了！袁世凯死了，督办，我们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我们还能怎么办？那，咱们也宣布起义吧。太晚了，现在实在太晚了。如果再不行动，恐怕讨伐军很快就要到了。现在，我们还能有什么行动？哎，督办，我们是不是应当请教张兰呢？张兰，对头，对头。哎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快，有请张兰到前殿相见。是。等等，我要亲自去见张兰。先生，我是一介武夫，做事鲁莽，如有得罪之处，还望先生见谅。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，请坐。哎，我而今已是民国的罪人，又是残兵败将，何去何从？还得向先生讨教啊！不敢。袁世凯气急而死也是报应，我也希望将军不要再当殉葬品了。先生所言极是。那么将军自己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，四面楚歌，只想借道顺信，引兵出川，以免给四川的百姓增加负担。只是一无军费，二有追兵，倘若与军队发生冲突，又会贻害地方。思前想后，真是没有办法呀。将军，你离开了四川，准备去哪儿啊？川黔桂一带，什么地方可以安身，就暂且去哪儿。现在全国各地都宣布了起义，宣布了独立，哪有你栖身的地方啊？再说你带着几千人马，都是四川的弟子，你又是四川人，你能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啊？可我总不能把部队给解散了吧？这次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，他调你入京，我想你应该服从命令，归命中央，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啊。蔡锷将军亲笔给你写了封信，请过目。请将军三思，把部队留在四川，没了军队，我还当什么将军呢？难道你还想把你的保皇军带到京城吗？周将军，你呀，一直追随着窃国大盗袁世凯，围剿了护国军，这已经铸成了大错。如果仍然执迷不悟，还想保住这支反动的军队，其结果，死路一条。哎，看来我的气数已尽了。不，将军，你如果卸兵北上，争取主动，等待时机，或可见谅于国人。何去何从，将军三思吧。大哥，你怎么又把他放出来了？我正在向先生请教。出去。他煽动谋反，背叛朝廷，大哥你不能听他的。不许胡说。张兰，你妖言惑众，心怀叵测，老子毙了你！
大哥，大哥，压下去！是。洪宪皇帝万岁！中华帝国万岁！大哥，先生，我听你的。好，只是什么？我唯一担心的是，我手下这几千名弟兄该如何发落？倘若先生能够代为妥善安置，周郡的个人得失将在所不惜。大可放心，你进京和军队的安置，一切由我张兰来负责。先生，将军万万不可，请起，请起。先生不辞辛劳为保国治安，周郡佩服之至。将军能够顾全大局，使我顺庆的百姓免受战争的涂炭，我张兰代表川北的百姓向将军致意。惭愧，惭愧呀。1916年，护国战争结束，四川督军蔡锷电见张兰为嘉陵道道尹。1917年，北洋政府任命张兰为四川省省长。由于张兰为官清廉，处处为百姓着想，因此被誉为布衣省长。你看这个位置。到这儿。好，好，司令，去。好，司令，我们的第一战区主要布置在这儿，敌人呢应该是从这个方向向我方进攻，第二战区呢会布置在这个地方。司令，您的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攻不下来？你给我听着，报告，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攻下来。什么事？刚收到四川省长来信。喂，都写了些什么？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攻下。你，滇黔联军司令唐继尧，熊克武镇守使军舰。四川人民实在承受不了战争的重负了。目前，唯有与西南各省一致，拥护约法，共为国本，即可解除川省之战祸，也可促进大局于和平。停。他段祺瑞就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，我们才会组织护法大军的。张兰是北洋政府任命的省长，他一上台就和川军刘存厚勾结，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。现在眼看我们大军压境，才提出拥护约法，不要理他。司令，张兰在四川人民心里很有威望。哼，他当过宣慰使，又当过一任嘉陵道道尹，可见此人很有手段。这种人肯定是贪官。司令，张兰此人听说十分清廉。哼，他表面上借低薪薄俸以清廉自居，他是以塞天下人之口与天下人之心，他暗中却四处伸手贪得无厌，这种人尤为可恶。你明天就出发去南充张兰的老家，把他家产给我抄了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到底有多么清廉了。是。司令，那他的家人要不要一起带回来？带。是。李排长，去，去问一下路。是。请问大嫂，你知道张兰省长家在哪里吗？哦，张兰不在这住。知道，我们是想去她家里。去她家有事儿吗？有公务。张兰家就住在这儿，挺近的，不远。你们随我来。好，就在这边。走。
这就是张兰的家。我是张兰的母亲，她是张兰的夫人，我的儿媳。请进吧。我找的是四川的省长张兰的家。没错，张兰就这么一个家。今日之馆中，菜恶体。圣人果然名不虚传。老太太，打扰了。刚才您不说有公务吗？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告辞。撤。哎，不是要把人带走吗？你懂个屁。撤。哎，是。这绝对不可能。如果您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问一问我同去的每个官兵，其中有一个排长从张兰家里出来以后就说，没想到堂堂省长家里如此寒酸，还不如我家呢。简直不可思议，天底下还有如此当官的。难道说这个张兰真是个圣人？司令，天使张兰如此清正，道章必遭天谴。四川战乱愈演愈烈，面对军阀混战，张兰感到无法作为。1918年，张兰离开四川去北京述职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哎，小四啊，扇子。哎，油水大的，你去报告老大。是。哎，记住，让老大等我的好消息。好，兄弟们，跟我走。站住！哎，站住！老爷，徒
匪，快走！是啊，老爷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哎哎哎！我哎！别动！哎，对，哎，等等！哎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留下买路钱。好。就这些了。打发叫花子呢？切！这箱子里不是金银财宝吗？哪儿来的金银财宝哦？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呐！你们这些当官的哪个不贪污啊？哼，中饱私囊。别看你们这些当官的一个个道貌岸然，其实你们才是真正的土匪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吧。少废话，如果老爷不交出来，那兄弟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。兄弟们，站！打箱子，给我搜！来，走，快拿来！快，拿过来！不许动，这是我们老爷的东西。走开！走啊！什么都没有，还这个。大哥，全是写字的东西。大哥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到底什么人啊？我爸爸是四川省省长。哎，是什么？你是四川省省长，张兰。嗯，正是。嗯，这你要是四川省省长，我还是大清皇帝的。这弟兄们，给我扒了衣服搜。是是。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怎么着？逮着个匪的。去哪儿呢？去京城呢。走，看看去。走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我只是看你们这些人呢，绝对不是真正的响马。你们是被逼上这条路的吧？少来这套！老子就是响马，你就抢你们这些有钱人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真正的土匪不光抢有钱人的，他连穷人都抢。他不光抢钱呢。他还抢房子、抢人、绑票，还撕票。他们惨无人性，是社会的渣子，天理不容的人呐！你们这些弟兄们，能跟他们相提并论吗？啊？这啊？啊？这这……你说我们不是土匪？那我们是什么人啊？穷苦人，平民百姓而已。你这人挺有意思啊！我们抢了你，你还替我们说好话？你枪过枪怼喽！你看我啊，坐着滑竿，带着随从，是吧？哎，像个有钱人的样子吧？你们要是抢了穷苦人，他们可就遭殃了。我们从来就不抢穷苦人。瞧瞧，我没说错吧？大哥来了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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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着，刘福，是块肥肉吧？这大哥，这就这么几个大洋，你看这……不会吧？得仔细搜搜，我就不信了。大哥，这就这些东西，衣服都给扒了，你看。真是够穷的啊！哎，我怎么看着你那么面熟啊？你到底是乡绅呢，还是官府的呀？我爸爸是四川省省长。
省长。你是那个布衣省长张兰？正是。你真是张兰？怎么？那个专门替穷人做主的张兰，张大人？啊，有负盛名，但张兰确实是我。当过川北宣慰使的张兰，张大人。惭愧啊，当了还不到一年。大哥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那省长能那么穷吗？我见过一眼宣慰使啊，可他没留胡子。这些年四川是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我无所作为，只得蓄胡明志啊。张大人啊，大哥认识我，向您赔罪了，您是我的大恩人，我向您赔罪了。我怎么回事？张大人，来，快快请起。怎么回事啊？当年小梅妖女被那个恶霸艳红抢走，是我母亲被逼无奈向您告状求救的。你就是那个独身闯入艳府去报仇啊，然后杀了一个家丁的那个壮士？是啊，您不但救了小梅，还镇压了那个恶霸艳红，替宜春和百姓都报了仇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就是艳红手下的袍哥包围了行署，你带着附近的老百姓去解围的壮士啊。弟兄们，这就是我跟你们常说的川北商人张兰，张大人呐。哎呀，张大人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张大人，请张大人多多恕罪。哎呀，弟兄们啊，是应该我向大家赔礼才是。哎，你这话怎么说呀？来来来，大家请起，请起，请起啊！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身为四川省省长，没有管理好这个地方，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我问心有愧。喝啊！来，我敬你。大家多喝点。晚上，大哥多喝点，慢点喝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想不到你现在成了这一代有名的绿林好汉了啊！哎呀，这是官逼民反，也是不得已走上这条道的。是啊。现在幺妹和老母亲还好吗？哎，行吧。连连打仗，日子太不安定了。嗨，哎哎，张省长，有件事啊，兄弟们一直弄不明白。嗯，有什么话你说。你看平时啊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生意的，只要一看见我们这帮土匪，他就跑。哎哎，可是今天您看见我们这帮兄弟，为什么不跑啊？啊，咱们大家素来无怨无仇，你们不会轻易伤人的吧？对不对？那是。哎，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我又一无所有，我怕什么？我要是跑了，你们真会拿我当大财主追杀哟，是不是？早就听说张大人刚正不阿，胆识过人，今天领教了啊！对，喝了。来来来来，张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北京啊？对。咱们要想让四川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就得把军阀从四川赶出去。我这次去北京啊，就是向中央述职，寻找一个治乱的方法，晓得不？那好，明天我带弟兄们护送张大人出川。对，护送张大人。不，首先谢谢各位小兄弟了。我一来没什么钱财，二来也没什么重要的文件，
用不着大家护送，用不着。这哪行啊？这一带林子强盗多着了，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。有些土匪帮啊，专门杀人越货，无所不为。我看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我们必须护送。对对对对，必须护送，我们必须护送。先生，既然大家有这份心，一定叫他们护送一程，这样他们路上也安全呐。对呀，爸。那好吧，就护送一程。啊！哎，张国立，局长。哎，张省长，笑话吗？这账哪能让您结啊？刘福，结。哎哎，我在你面前算有钱人啊，你怎么能让他去结账呢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不就一顿饭钱吗？算什么呀？哎哎，老板，给我免了。混蛋！张大人的话都白说了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从今以后，谁要是在吃饭住店不给钱，别怪我蚯蚓唇翻脸，哎，听见没有，大哥？听见了。这回你这，大哥，别，我你听我的，我是个官人，我不能从你的嘴里抠食吧？不行，张总，不，你要这么点面子都不给我，明天我就不让你送我了。你看看人家是啊，来，局长。对，啊，算了，哪有吃饭不给钱的道理哦？大人，过了这个亭子就是通往西安的官道了。啊！哎，大哥，大人，这个您拿着。这是什么？恩人呐，您这个官当得太穷了，弟兄们都看在眼里了。这里有400银元，是弟兄们的一点心意，路上您用得上。哎，不可。我张兰平生从来不收非分之钱、非分之物，实在不能收下，请收回吧。拿着，哎，不，如果您不接受，我就给您跪下。张老爷，您就收下吧。您来，快快请进，快快请进，起来，你听我说啊，来。我张兰为官，恪守一个清字，既贵清廉，又贵清醒，明心见性，无私无畏。这些钱，我实在不能收。你们的心，我是领了，啊！不是我们，大人，我，哎呀，这些年四川是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啊！我作为四川省一省之长，没有解救贫困百姓于危难之中，我深感愧疚。可恩人，这不是您的错啊！您这钱必须拿着，您拿着。好，这样吧，你代替我把这些钱分给穷苦的百姓，度过荒灾吧。我张兰向你们失礼了。张大人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您快收起来，您不能这样啊！张大人，您。我们就要分手了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护送。分别之际，我有一言相告。你说，宜春，你们劫富济贫，万万不可伤及无辜。再说你们现在所为，也终非是长久之计，也应该早日回头才是。你们现在正值年富力强，正是为国家效力的时候啊！恩人，您的话，宜春和弟兄们一定牢记在心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走了。好，啊，恩人请。刘兄啊，爸，这就是寒舍。好，广州军政府改组，
孙中山被排挤，南北开战，西南川滇矛盾加剧，晋国军总司令熊克武联合滇军的唐继尧讨伐川军刘存厚，占领了成都。啊，请坐。好。北京代总统冯国璋任命段祺瑞当总理，而段祺瑞，二次组阁后排挤冯氏，乱哄哄啊，跟走马灯似的。你方唱罢我登场啊。乱世出英雄啊，现在正是你我乱中取胜、大展宏图的好时机啊。一个小小的师长能有什么作为啊？想要站稳脚跟，必须投靠一个后台。哎，张澜不是当上四川省省长了吗？我对他的人品和能力啊一向佩服。哎呀，一介书生，他能斗得过那些政客们？他是在四川待不下去了，才去北京设立什么省长行署。那你的意思该怎么办？一艘出巴蜀山船，雾漫漫起修远行，你迈向救国之路，而江上下需求索，你带着责任良知，你掀起民主之浪，面壁时要想一统天下，必先得四川。张澜可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啊。为了能使民主和科学在全国广为传播，我们应该大造舆论，唤醒民众啊。你身为四川省长，公开宣传赤化，还教唆国民闹什么社会主义，跟政府作对，你居心何在？晨报宣传赤化，煽动造反，背叛政府，图谋不轨，已经被取缔了。